说这段相声说得怎么样呀？看大家的反应都已经知道了啊。去年的印尼舞沙曼呢引爆舞台，一举加冕。今年呢，我们将有机会再度领略到印尼文化的团结如一人，凝聚成气势。今年他们能否再续辉煌，我们将拭目以待。请欣赏印尼民乐演奏 Ekspresi Indonesia， 表演者来自印尼的康慧贤、黄震、梁华文、邱芬芬、陈央奎、李秀才、吴朱明、谢佩霜等，掌声有请。
Terima kasih.